大家觉得练习室的一镜到底比起舞台在考验你们的是什么？整体舞蹈吧。业务能力，业务能力，业务能力。想看妈妈的鼓掌。7岁能够在3天之内把 part 消化成这样，我觉得可以给7岁，好吧？其实像许佳，我愿意。哎，刘老师该不会进来了吧？下一位孔雪儿，就说孔雪儿要来。刘老师，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啊？为什么？帅啊。你们是复仇者，我们是你们两个把身上的 C 位牌拿下来。我也是呢。目标没了哦，我们可是3个 C 位。欢迎欢迎。有点甜，有。你要说这场比赛，对，就是要做的漂亮一点，就是 OK。你要说这场比赛，对，就是要做的漂亮一点，就是 OK。因为队长组舞，来，队长，1、2、3。是的。啊？谁？他。我啊。孔雪儿，你是队长。嗯。我的天。我的天。还有还有。可以。你儿子，你曾经的队友说，我的天。而且他也很少去做这种领导者的角色。还挺勇敢的，我相信他是可以做到的。来来，带上带上。想选 C 位的请举手。那我们可以说重庆话吗？可以可以。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讲？提拔三火气该死，就你了。可不许学我啊！提拔三火气该死，是这个意思吗？好尴尬。Do it, prove it. Do it, prove it. Do it, prove it. 哎呦我的妈！ Do it, prove it.Do it, prove it, do it, prove it. 哎呦我的妈！绕好像有点绕，真的有点绕，有点绕，有点绕。你卡在了英文上面。Do it, prove it, do it, prove it, do it, prove it. 因为都很强。我俩第一次，结果不在大舞台上面。能在这里合作了一把。说一下你们的，就是我就想说，主舞刘老师可以自己来一段那种。solo， 相信他的 do it probably 啊，很纠结于这个 do it probably， 最后是由于 do it probably， 不好意思。好，我们可以了。是十面埋伏二 plus plus。哦 ，Plus。Hello， 大家好，我是十面埋伏二 Plus， 来自 ENG 亚洲音乐集团的刘Yuxin。有点中二，你们这些。有点中二，你们这些。有点帅的，哎，刘雨欣有点帅的。Let go， 想实现，我心里找谁会跑得更快？从未败，让我们东征西战，从未来，一直都保持风度翩翩。内心是血腥的投影，论成败，他天生心转都已，四面楚歌的处境，不论你是哪种主意，再一次用我手心。
Nice。太强了，好酷！เขาไม่ต้องแก้อะไรแล้วอ่ะเขาเก่งกันอยู่แล้วหนูไม่ต้องเป็นโค้ชเขาด้วยซ้ำอ่ะ但是，所以这两组要选优秀队伍，我会选 A 组。刘雨昕太帅了，而且他对镜头感很好，他对于镜头的那个走位很熟悉，还有他给镜头的那个眼神会让你真的被他吸进去，所以我觉得要选一个最优秀的训练生 A 组，我会选刘雨昕。就是安琪跟刘雨昕，我真的有点纠结，我觉得刘雨昕也很棒。但是我还是给安琪，我也是 A 组，我的选择是安琪。